位观众您好，我是李曙芳，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台北股市呢，在今天里面再度的出现了上下剧烈性的震荡，尤其在个股上面来讲话，在之前很多的强势个股，好类似散热的股票，甚至在今天里面还打到了所谓的跌停板。所以在最近里面，我们就说过，从三月一号，曙芳就跟大家讲得很白哈，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它是叫做类股之中、个股之中的轮动。位阶它正在进行的一些的调整，像在最近里面就调整到大家比较喜欢比较激进的 exciting 操作的投资朋友比较不爱的金融个股，但是我觉得金融个股涨也对呀，它本身来讲话它的基期比较低，而且配息也配的比去年好，所以就跟鸿海的意思是一样嘛，涨也对呀，只是在最近里面来讲，市场上面来讲都会发现一些风风雨雨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涨这个明天涨那个，今天涨的可能就是明天大跌的个股，所以台北股市的三月份真的很缤纷，也就是说呢，各个类股族群它都在轮动，但是重点是在这种过程你有没有去避开一些个股上面追高高档上面的风险性，在现在你有没有看到了一些大家自以为的危机之中你的希望就出现了，所以危机跟转机本来就是在一个天平的两端之中，那观众朋友你该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嘛？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推出一个专案，这个专案呢叫做什么，这个专案叫做缤纷三月宠爱加倍。好，那为什么要推出这个专案呢？我说我一向实话实说啊，在当时候里面来讲，我就跟大家讲过，三月份它就是一个剧烈波动，三月份本来就会有个涨多之中的震荡的修正，你现在里面看指数，你很容易去赚了指数，你赔了价差。那如果你在之前有做好的一些的准备，在最近里面来讲，我们不要说别的了，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在高档上面，譬如说你华硕，你有去卖将近500块钱的华硕，你有去卖微星将近200块钱的微星，你有去卖135块钱左右的一个所谓的伟创，甚至呢2500块钱以上将近2600块钱你有去调整的伟影，你有去卖出一些的股票，如同我们的建议，还有一些所谓的散热的个股，那请问在这一次里面，难道你不想抓住一些在这个时间点它下跌的机会吗？跟着曙芳他去做一些的操作难道不好吗？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我跟大家讲的时间点里面来讲话，基本上我并不是一个常常推出优惠专案的人，我都是要等到大盘修正，我认为后面还有机会。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大家看一下大盘今天的集中市场，虽然因为金融个股它的一个拉抬跟台积电的拉尾盘，台积电尾盘里面拉了6块钱左右了，那这个时间点里面使得大盘的指数依旧撑在高档，可是事实上面很多的中小型的个股或是投资人最爱的个股，它已经正在进行什么 ABC 的修正嘛？那现在就看 C 的一个修正在哪里，对不对？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 KD 指标已经开始快速性的修正，快速性的一个修正而言，它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啊。但重点是当别的老师不断带你去做追高的时候，你有听到曙芳说的是什么？当现在里面来讲话，很多人高档上面的套牢，手上面有现金部位的时候，你又该如何的处理？所以在这边里面来讲话，我的认为，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我认为台北股市从基本面的角度，它的最高点不会出现在第一季，我之前的看法跟规划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在第一季之中，既然三月份它已经开始产生了震荡之中的修正，个股之中的一个股价，那我就认为它应该还有第三次延伸的机会。我从来没有似是而非的答案哦。我认为整个台北股市的高点不应该会出现在第一季。那既然不应该会出现在第一季，那三月份就是第一季。那三月份它产生的震荡跟修正，我觉得就是希望跟机会。希望观众朋友好好的把握。所以我们推出缤纷三月宠爱加倍的这个专案，就是希望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呢跨的 all in 的亏钱，开始呢去针对什么二月份的营收，或是针对去年的年报，跨的 all in 的亏钱的时候，我们可以
在震荡的时候带你去低阶，在2024年业绩大成长的个股。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缤纷三月宠爱加倍的专案呢，你跟着署方满三个月的时间，署方可以停你30,000块。好，那什么意思呢？你跟我们线上助理联络就知道了，绝对是一个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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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优惠。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更不用说，你跟着我，那署方在这个时间点只要你跟着我，跟上我们在盘中全新的投资组合的一些的操作，我陪伴你的时间加倍。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在大盘震荡压回的时候，你可以享受价格上面跟汇期上面同步的优惠，而且我们在今天里面还大方送。什么叫大方送呢？在过去里面大部分都会去针对所谓的汇期，我希望投资朋友跟我在最长的时间之中累积你最大的一个获利的机会，以最小的汇费的一个金额跟上我们赢家的一个列车。但是在这一次里面来讲话，我们也在这个时间点再做一个好让你操作策略升级的动作。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你跟我们的组别上面来讲话，你加入我们这个缤纷三月宠爱加倍的专案，我们会让你呢去做什么策略性的升级。因为会员的等级有分嘛，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你加入我们，我们就让你做策略性的会员的等级的升级，让你跟上财富上面的一个大格局。因为我的看法上面就在大盘之中，我就跟大家讲了，第一件事情，我认为大盘在这边里面来讲话，它不会是最高点，它不会是今年的最高点，它只是碰到了压力地带，平行轨道线，它的压力地带，看到没有？它碰到这个平行轨道线的压力地带，所以它产生了震荡。那第二件事情，它是在一个短线之中，它涨多之中的修正，也是在波浪五涨多之中的修正，所以可能会有个 ABC 的修正里面，它分成整个高姿态的修正，或是呢直接回归。那这些的问题你都交给我，署方绝对不是一个死多头，我也不是一个死空头。那其实在大概在两三个礼拜之前，在市场上面有人就拿给我一份资料，署方很少去夸耀我本身的绩效到底是如何。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我也没有拿给大家看的原因就是，其实你跟着我看我的节目里面，我基本上而言，我说的跟做的差不了太多。所以你看我的节目，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基本上而言你的财富上面来讲话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赚大赔小。我不敢说我100%的正确，因为我不是股神，但是你跟着我长期以来要赚钱，基本上而言它不是难事。好，所以只要跟着我长期的一个会员朋友都知道，长期下来里面来讲，在这股市之中财富列车的马拉松式的赛跑，我在市场上面好，只要是在多头市场，我很容易就跑第一。在去年里面，所有在台面上面所有的分析师绩效上面的排行榜，由别人统计的啦，好，不是我，你可以去查一下是不是署方我，好，这个你可以去查一下。那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因为我不是一个自夸的老师，是之前两个礼拜之前，有人把整个去年整体之中各个投顾老师里面的绩效啊列出来，我跟第二名差了一倍。也就是我第一名，但是第二名跟我的绩效的获利数字差了一倍，那你就知道说在这个时间点我很会去把握每一个波段之中的低点，我很会去避开高档上面追高的风险性。好，这个如同我刚刚讲的，很多的个股其实我们都跟他讲到相对的高点，好，如果你都可以去选择减码或是获利去做了结，你面对现在的震荡，第一个你心很安，好，你不会去做追高与杀低，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帮你做资金的配置。好，在选股上面来讲话，你更可以知道嘛，台北股市里面来讲，每一年的长辈个股署方从来没有缺席过。好，所以在这边里面来讲话，我个人认为，当然短期中的台北股市还是在一个震荡修正整理的一个格局之中，你做短的静待 KD 指标交叉向上，你来操作在台北股市里面，因为我们说未来的长期之中台北股市还是有过高，那你现在要去做进场，就把你资金切割，不要一次买满，你没有一次买满，你在震的时候信不信，你就不会去做杀低。在这个过程你就进退
非常的有据。那台北股市的集中市场如果跌破19638，收盘跌破19638，那它就是正式的进入修正整理期。 OTC 就是这样子嘛，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它已经正式进入修正整理期，它已经正在进行什么 ABC 的一些的修正。那在这种过程中，那 OTC 市场就是要站稳 256.6， 它的危机就解除。可是对于我而言，你越修正越好啊。其实台北股市何必呢？何必你今天要去拉台积电，尾盘你硬要去把台积电盯上来，这个盯从778到786块钱，你就把指数这样翻红，你知道你那 KD 指标你这样修正的速度就会很慢。好，你自己来看集中市场的 KD 指标跟 OTC 的 KD 指标，你很慢，你就算去做过高，你还是不断的背离嘛，你只是让指数上面的风险性加高而已。可是我们在操作上面而言，因为我们不是做期货的，我们虽然会看大盘，那也有一些投资人里面他操作期货会看我大盘的分析，可是我基本上并不是一个期货操作的老师，我是以个股操作为主。比如说你的个股的操作，你当然要辅以大盘上面的看法，辅以大盘上面的看法，这就是我擅长的。但是我选股的中心思想点一定是这档个股的基本面，它未来的成长性，它本命好。你本命好，你就不要怕这些运，大盘就是运嘛，涨跌之中影响个股，你只要选到好的个股，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大盘就算下跌了，有个 ABC 的下跌，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的，你低档去买的个股，不管是微影，不管是在川湖，那些的个股上面有没有让你赚大钱，甚至在波浪上面来讲话的一个低点，我们从价值上面去做出发。伟创刚刚给你看到了，我们跟大家讲，你90块钱就是最低点，到了130几块钱，你获利去做了结，你有没有把你过去输的全部一举搬回来？这就叫反败为胜，大家自己要去做了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署方会帮你随时留意资金的流向比，避开之争而价落的个股。那如果外资像新台币最近转贬嘛，外资如果期选现又同步转空，它最近是现货做多，期货做空哦。一定要去做留意，那就会对指数跟全指股不利。如果这个时间点，那 OTC 是不是先修正？集中市场中小型个股是不是先修正？它能不能够先跌的先止跌而重新抬头？这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署方刚刚在一开始讲得很白，我们本来就是在每一次里面每一个机会，就像上次我们在推优惠专案，是不是就是预告整个台北股市修正整理的时候，第一季不会出现最高点，它出现了第二次的延伸，第二次的延伸，从这里涨到了这里，对不对？这是第一次的延伸，这每一次里面都被我们抓到了嘛。那我说这一次如果有 ABC 的一个下跌的过程中，它应该，应该，如果我修正，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坦白的告诉大家，我说如果以第一季跟未来的基本面上面的看法，它应该在第一季之中有了修正之后，还会有更高点，那这个就是你应该好好把握的。所以你不要被整个大盘满天都是小星星，今天涨这个，明天涨那个，你就眼花缭乱，对不对？你买啥你没半条，你得怕死放怕飞，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没有意义的。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话，署方要给你有意义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就是什么？在价格上面我挺你啊，满三个月你跟着署方满三个月挺你30000块，再过来呢你跟着我，署方给你的会期陪伴你的时间是加倍的，对不对？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又给你增加一件事情，让你感受你的一个财富上面有不同的一个格局，就是帮你做什么升级的一个动作，在会员上面的等级上面帮你去做一些的升级。这样子的话，请问署方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有没有宠爱你啊？我算是在这市场上面讲话比较实在的一个老师了，然后不管是在这个时间该避开的风险，我也告诉你避开。我说我讲很多东西，我说三月份会大震荡，三月一号我就提醒你了，我说震荡是在所难免的，会有轮动跟位阶式调整。三月份，那我就说过这有很多的原因啦，有财报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那既然这一切都如同我们的规划之中，那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震荡跟修正是你的机会，那观众朋友你要好不好，你要不要好好的把握，选择权是在你身上，你要不要当赢家，
也是在你身上的选择权。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在高档上面你都没有避开的风险性，那你在这个时间点你又不知道什么是低点，掌握住哪些的个股，两千多档，你要抓哪一些个股让你的资金做最有效性的发挥，这些的问题署方都可以帮你去做解决。缤纷三月宠爱加倍的一个优惠的专案，你要享受最大的一个优惠，最好最棒的一个方案，就趁着广告时间跟我们的线上助理联络，跟上署方在未来全新的盘中操作。你好，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其实在股市的操作上面，就看投资朋友你要的是什么，你是要个投机分子呢，还是带你投资的。股市这条路它都有很多风风雨雨，当然署方也会适度的投机啦，但是我不会过度的投机。适度的投机会增加股市的个股上面的活泼度嘛，但是你过度的投机叫做贪婪，你反而会在最高档上面来讲套住，那就看你的套住的个股上面它到底能不能够让你去做解套，那这个你就要等到你的天荒地久，那就不知道了。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我们说在这个时间在三月份也很重要的叫做换股了。我们在过去里面，如果在去年其实署方的绩效会很好，很多都是来自于 AI 相关的概念个股，在当时候我有选了几档大标股，一个就是台光电 CCL 市占率亚洲第一的台光电，再过来呢就是2382的广达，沿路以来飙上来，对不对？再过来就是3231的一个伟创，对不对？然后再过来3661的一个世新，你都看到了。那后来的36669的一个伟影，你也看到了，整个这样子上来。那重点就是如果你在这些的个股上面你有在高档上面去做调节，高档上面去做卖出，其实很多的个股上面来讲的拉回你就有机会嘛。所以在震荡之中，在格局之中的规划，一个好的老师是要让你有望远镜看到台股多空的未来，这才是一个重要的。那在同样的这个时间点里面，因为台光电它之所以会下跌，这一波的下跌我有跟大家事先的讲原因嘛，结果今天才有法人的报告出来，它来自于整个一个韩国的一个抢单，来自于高阶玻纤布跟玻纤纱的一个缺货。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又加上台药它本身已经可以做到 800G 整个一个高速传输的材料，那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它就出现了竞争者嘛。那韩国是一个抢单者，那台药是一个竞争者，那台药里面来讲它就得到了很多的认证，很多的订单，就是 ASIC 伺服器伺服器有分成两个，叫 GPU 伺服器，就是 AI GPU 伺服器，或是 AI ASIC 伺服器，它就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认证嘛。所以你来看看这股价上面的强与强度上面就会差很多。但是你要先知道台光电不是像市场上面讲的这么虚弱，我没有台光电我都跟你讲实话，很多人里面来讲很喜欢打落水狗，我不是这种人，我就跟大家讲金融股涨也是有道理，鸿海涨也是有道理，但会不会喷没必要啦，但是涨它是有道理的。那台光电这下来它也不是无下阿蒙啦，也不至于说让韩国里面来讲追着跑，韩国那只是一时之中的啦。那整个62414的一个台药呢，你看我跟大家讲它还在这里，为什么电子个股 OTC 跌成这样它都不会跌，你只要去想原因。而且我跟大家讲的一个价位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最低的时候是149，那请问到今天为止它有跌破过吗？这都是你的机会，我都告诉你是建立逢低建立你的基本持股，因为你要找到今年可以成长3倍以上的，而且接到新的订单很明确的股票不多。因为未来里面的高速传输就会从 100G、400G 到 800G， 这个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那我也跟大家讲说现在里面都有落后性的补涨跟一些急单，譬如说面板就有，面板它就有急单的效应。那彩色电子纸呢的部分是第一季是淡，但是第二季就会好，那这里面当然就会有很多的个股去做一些的选择嘛。那我也跟大家讲说天域我说它的三月营收会上去，然后在最近就看到投信在买了，那再过来呢3592的瑞鼎他接到很多 OLED 的 DDI 他的一个订单，我说就两家公司接到，一个是
一个是联咏可以做了哈，但是自己法说会说接很多的，那就3592的瑞鼎，好，它最高你看到500块钱，好，到500块钱，这就是你自己去做留意的。那我过去里面推荐的是什么？大家也很清楚嘛，就是富士达，好，新日新。那我新日新已经没有推荐了，那照例我是没有推荐的，好，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的。就像大家在讲，我在讲散热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外资或是投信调高目标价，可是我看了一下双红，它的获利的数字跟整个台积电今年预估的获利的数字没有变啊。那没有变的过程之中，就是因为大盘涨嘛，他还要买这些的个股，他而把它调高的目标价，那就有最高的风险性。你要知道法人是怎么样，当你大盘一直涨，现在大盘的本益比是22倍，他就会往上调高个股的目标价。可是当大盘是跌的时候呢，他就会调低他的目标价，这跟当时候的00878跟当时候的广达跟伟创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很容易追到高杀到低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当时候跟大家讲的整个一个散热的部分里面来讲话，我们说的双红当时候的价格，他连续的涨停板大涨，我们讲的时候才300多块。那今天里面奇红为什么跌停板？好，奇红今天跌停板就是第一个，你看先跟你讲外资把他目标价调到700多，对不对？只有今天跌停板啊，法说他公司说哦，第二季很淡哦，就大家一听那个奇红说第二季很淡，就所有的都淡，干安妮是这样吗？那我们拭目以待嘛，对不对？那我就跟他讲说，他其实这真正的一个跌势哈，他这个公司老板还蛮诚实老实的，他说整个水冷液冷的一个部分的确是未来 AI 伺服器下一个世代很重要的产品，但是呢在今年里面不会贡献太多台湾公司的营收，不是只有他哦，他说台湾公司不会哦。那为什么？因为被美国那一家公司里面就是美超伟啊，哦，对不对？拿掉很多的订单。那台湾的水冷的公司呢要到明年2025年才会比较多的贡献营收嘛，他讲的是事实嘛，对不对？所以我才会说获利没有改变，对不对？获利没有改变，今年还是18-19，对不对？或是21，好，就等于19-21啦，哈，对不对？那明年里面来讲的话还是29，那就是市场上面的一个氛围嘛。那你去做追高，我是之前就跟大家讲，你600多块你就不要再去做追高了。那你到今天里面，你不管是在奇红，不管是在双红，你就不会被吓到。好，哦，这就不会被吓到。你看最低你跌到610，我说600块钱以上不要去做追高。那微影的部分也一样啊，我们从1500到1800，在这一次里面来讲话，又跟大家讲2000块钱、2100多块钱附近，又跟大家到最高2590。如果你有调，那现在压回，难道不是你的机会吗？好，哦，这个部分你都可以跟上我们属方的一个节奏。所以缤纷的三月满天都是小星星，但是重点是你能不能够找到未来最亮的太阳。你要的是太阳而不是星星，你要的是财富大幅的累积而不是小小的乌龟在慢慢的赛跑。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缤纷三月要加入我们宠爱有家，跟着属方3个月挺你30000块，汇齐加倍整个一个会员的等级做升级动作，在缤纷三月宠爱加倍的优惠的专案，你就跟我们线上助理去做联络，跟上我们最大的优惠专案哦。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